新角色双月技能削弱，混沌大作战年兽通关攻略。Hello， 大乔是吧？哥，今天猫鼠更新后嘛，上线一周的新角色双月就被削弱了，同时打年兽的活动也上线了，最高奖励可以获得九颗星星啊。那宝哥试完后是感觉有那么一点难度的啊。哎，那现在先给视频点上一个免费的赞，宝哥就是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更新内容和教你们通关年兽的方法啊。首先来看双月的技能调整嘛，主动技能滑步踢，那现在提高了踢飞道具的横向距离，降低了纵向距离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现在你踢道具嘛，可以踢得更远了，但是踢的高度变矮了。这一波宝哥觉得其实算是小加强了。你之前踢得高是吧？只有手火箭时好用嘛，但是有时候还可能是反作用，对吧？那现在可以像门禁器啊，可以踢走夹子这些东西了，还踢得很远啊，手火箭的能力也还在是吧？也还可以的啊。武器技能前扣带大削弱，那现在无畏和铁血钻下不能进那个袋子了。你其实前扣带暴起队友扔住猫啊，猫会获得一段时间的免扔免控的效果，就无限控就没了。那最后就是前扣带暴起队友被那个猫打削弱嘛，那现在队友会直接掉落的，你不会像之前说在那个胖呆的头上的时候是无敌的。总的来说，双月的前扣带被大削了嘛，作用大概降低了。滑步踢的话，宝哥觉得是小加强。那这一波改动大家觉得如何呢？OK 呀，这就是混沌大作战通关攻略了。哎，这就是宝哥输了一上午给你们总结出来攻略啊！你们忍心白嫖吗？真的过分了啊！打年兽时又分为初级、中级和高级嘛，你打完一关会解锁下一关。那这个模式强烈推荐拉朋友五排啊！你单排只有流泪啊！那当然，宝哥为了贴近你们都是单排的。玩法规则说明啊，就记住一条就好了：想获胜啊，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打败年兽即可。但是，一旦五位玩家同时虚弱或者说时间结束，就会失败啊！那这次和往年的打年兽相比有所不同啊。首先选角色是随机。且只能选老鼠啊！啊，当然你可以用那个100银币刷新的角色嘛，直到刷到你想玩的为止啊。想稳获胜的队伍中啊，一定要有输出角色、辅助角色啊，推荐是三输出两辅助啊。那宝哥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嘛，给你们推荐一些强力好用的角色啊。输出角色啊，大表哥、剑飞、院家啊。那辅助角色罗非、雪梨都是比较好用的。卡楚的话可以带回家、绝地反击等等啊。然后这次还有两个随机强化的 buff 可选择啊，这个真的是获胜的关键所在。你选的好的 buff 啊，那真的是轻轻松松过关，也是100银一次刷一次啊。但是你刷三次后就要用那个钻石刷了，这个就大家不用刻意刷了，多玩几把就好了。那这里宝哥推荐几个好用的 buff 啊，想打那个伤害打分的话，道具垒山啊，高血攻高，动如蛮牛，不动如山，其实都可以啊。那辅助的话就来些血牛或者辅助类的 buff 就好了，没啥要求啊，你保护好自己就行了。你想极端打分的话，推荐 buff 啊，虎头蛇尾，它有奢侈护盾嘛，不会回血，但是你护盾期间会极大的提高攻击力，贼爽啊。徒手战斗不能用技能，受到伤害增加，但是全局大幅提高那个战斗力啊。哎，注意事项，这个模式不要用那个自动判断啊，你打不到年兽的，你道具一定要手动往上扔那个年兽啊。游戏开始前两边的果盘都可以无伤用啊，那是因为之后会出现那火的嘛，而且是实体，会阻挡你道具，还会烧你的。你没血了可以用那紫花回血，护盾也可以抵挡那果盘的火烧啊。最后的最后啊，如果自己被点燃了，你千万不要去碰队友啊，你不然你碰全部都倒地了，给你传染了啊。哎，在你们看过宝哥上面的攻略后，你只要阵容和技能都没啥问题啊，初级、中级、高级基本都随便过的啊。难道是九颗星星的奖励啊？你要么打出170万伤害，要么就治疗3500的血啊。那这里宝哥是推荐你们选那个治疗任务啊，单人17万的伤害太难了，没队友让分的话基本做不到啊。但是宝哥做到了啊，这把选的是院家啊，选的是那个虎头蛇尾的 buff 嘛。哎，接下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单人打出170万伤害的恐怖啊！你看，咱们用了那个虎头蛇尾 buff， 直接一个院家。技能打出9万、10万的伤害，兄弟们就很离谱啊，对吧？那咱们要小心啊，咱们的护盾没了，哎，这边可以把那年兽打晕的，只要你年兽一段时间内受到伤害很高，它就晕眩晕段时间的，这边咱们输就好了。哎，你看队友乱扔鞭炮，对吧？你把那罗非炸没了，就很离谱啊，这说的单排队友很离谱。这里咱们等技能就好了，果盘的话不敢用啊，我怕这盾没了，你知道吧？宝哥有点慌，哎，咱们的技能好了，用这个技能就好了。这边咱们打出了63万的伤害，秒伤11554啊，兄弟们，就你们这个技能离不离谱啊？这个 buff 啊，咱们再一个技能打出了75.7万的伤害了，咱们小心啊，这个盾一定要保护好啊，又被炸了一身，服了。再来，对吧？86.8万的伤害，疯狂刷伤害，贼爽，兄弟们。哎，但那果盘不敢用，反正用那果盘用下伤害更高。哎，完了，5层的这个盾了。104.6万了，秒杀13000，哎，那这把基本上队友就是吧，伤害全给宝哥给他了。然后不着急啊，这把应该是能打到170万的啊。拿道具啊，小心躲这个，你要躲这个火啊技能。咱们盾只有4层了，一旦这个盾没了，咱们的伤害就很低很低了啊。这打出了6万的伤害，兄弟们，就不夸张不夸张？哎，咱们拿个满座蓝瓶是吧，再扔一下，应该打出10万的伤害。哇天，兄弟们，爆不爆炸？150万了啊，150万了，还有2层盾，
可以的，而且这年兽的血快倒了。再来放个技能，哎，那个眩晕了，那咱们趁这段时间疯狂输出，对吧？169万了，兄弟们，170万就这么打来的啊，也不难啊，就是看你这个运气了，能不能刷到一个好的 buff。啊，这边咱们应该能将那个年兽击倒了啊，打败了，而且咱们已经170万了，再来一个，哎，这边咱们是没那个盾没了啊，就虎头蛇尾的那个盾没了，所以说，哎，这边把宝哥炸倒，真的服了，真的是。本来宝哥以为过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以为过了，但是这个游戏突然有 bug 了，就马上就有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年兽快没了吗？但是突然就判我输了吗？为什么？对吧？咱们都全部都活着的呀，我就没搞懂。给宝哥打我就愣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这么稳过的吗？对吧？对吧？马上就很奇怪啊，有 bug， 兄弟们。你看我失败了，我一脸懵，宝哥一脸懵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后面的数据也不显示了，直接卡住了，我真的服了，真的是。有 bug 是吗？这活动有 bug。 好的，这是本次更新和年兽的通关攻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帮到你们啊，不要忘记三连啊，宝哥打了一上午呢，那咱们就下。